生气糖。晚安，晚风晚安。早安，早安，祥玉。那天的寻味棒，炸的蛮好吃的，但是炸的有点丑。等一下，等妈妈过来，我拿她的手机的照片给你们看。现在还没，她在拿东西，她在地下室。我等妈妈回来。再给你们看照片，我真的很好吃就是很甜，比我之前用蒸的还甜。可是就是炸的有点炸的有点乱七八糟，看起来就看起来不怎么样。你可以看到浪的虚拟角色吗？哪里可以看呢？谢谢思源的爱恋巧克力。哎，我原本很想要集那个什么，就是现在不是有什么黑色，什么黑色情人节还是什么的首饰，但是那个好难集哦，放弃，来不及了，今天截止对不对？那个什么情人节的。Hello， 杨哥，晚安。有被蛹喷到吗？我没有被蛹喷到，我超怕的耶。我放进去的时候，我都跳起来，我都远远的这样子，手伸的远远这样子，一放进去，我就快点就这样跳掉。我从头到尾都在尖叫，一直叫，放下去就啊啊啊，然后就超怕的，超怕被烫到，远远的放。还好我就是在它还没有。火还没有很热很热的时候，油还没有到很热的时候，我就已经慢慢放，就没有弹那么高，不然好恐怖，我超怕被弹到，感觉就很痛。你点我们名字看到角色吗？我看看，没有没看到角色，哪里有角色？如果要像日本料理那样，你说弄得很漂亮那种吗？那个很难的感觉。特效啊？哪个特效？特效开满一小时，不是说什么要集什么爱恋巧克力还是什么的吗？要集到什么？里面有水分它就会喷，那还好，其实没有。到喷的很多，就是正常下去就会稍微喷，但是没有到很就就是弹很高那种，还好，但还是很恐怖，还是离远远的放，很怕被弹到。而且我炸完就是哇，整个厨房都是油烟，然后我那个就是看那个上面就是满满全都是那个烟雾这样子，就哇。好多烟哦，我明明就开抽油烟机开很强，但是就是烟还是超大。用炸的真的就是那个烟会特别多，油烟特别多，就哇，很。今天开满一小时，加收到礼物就有永久特效，真的假的？什么礼物？收到什么礼物会有永久特效？我想要有特效。吴一凯晚安，张琪琪晚安。要先调炸面球的炸面球面糊，然后炸面球完成后，哦，摘面糊再摘面球，哦，那个哦比较复杂，那还是不要好了。我觉得我还没办法做那么。那种高难度不行，太专业了我不太行。黑色情人节限定礼物，
真的啊，特效特效，我想要。可是我现在没有看到活动的特效，是要集到才有，是不是？谢谢西恩的文手礼，谢谢小眼的巧克力。没洗头，陈思雅又没洗头，真的假的？哪个是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一个限定礼物。我想，我好想要有多一点特效。活动特效只有今天开满才有，所以我等一下开一个小时，我就会看到我的活动特效是不是？我想要有新的特效，我现在都没有什么特效可以用，难过。哎呀，我连我以前最爱用的小花花，我现在都不能用了，哎，好难过。刚刚那个，你说巧克力吗？我不知道那个是吗？那个。是今天限定的礼物，不知道。已经有的还会消失哦，我也很惊讶，我也没想到，居然会，就是以前可以用，现在不能用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啊，我以前明就可以用，是他那个 reset 了是不是？就是是不是时间到了，然后他就会重新计算了。就我以前明明可以用这个，那个你们知道吗？头上一只花那个，头上一朵花的那个特效，但我现在不能用，它现在锁起来了。他说要戳戳你或能量话筒收集到200才会开放。我之前有，现在锁住了。有限时间的吧，我也不知道，之前也没有特别注意，有可能有限时间被没收。对啊，我被没收了，我现在要集到200个才有，我还差89个，等一个小时也只能这样子。阿贵仔嗨，晚安。我来看看我到底是差几个，确定一下。黑色情人节哦，黑色情人节，我看到一个上面写黑色情人节的礼物，永恒，我来找找。好多哦，眼花。在哪？戳戳你在哪儿？找不到。哎，钱给你。好好笑，好多还蛮有趣的礼物。怎么找不到戳戳你啊？戳你在哪？哎呀，我每次都找不到他。应该在很下面。到底在哪？找不到，还是没找到。
哎，算了，不要找了，不要找了，不找了，不找了，我怕我找完都就过一个小时，我可能找完就一个小时后了，找不到，呵呵，好了，不找了，太多了，不找了，找不到。送哪个啊？没看到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哎，我搞不清楚。Hello， 坤坤 ，Hello， 季风亮，我上次找很久，对我也找很久，还没有找到，找了很久还找不到，算了，我怕我找完都已经一个小时后了，还是算了，先不找了。我是李笑笑 ，Hello， 晚安你今天上班比平常认真一点。很好啊，很好耶，今天比较认真，不错，很乖，每天都要认真一点。头发怎么感觉更短了？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这样子，就是现在这么短。勇哥，Hello，哎，你的手机借我一下。哪个？不会，不会，不会。谢谢三七糖的巧克力。你开台我就自我下班了，也差不多了吧，六点多了。要重新滑了。哎，我刚刚滑到一半，然后退出来了，然后我再进去看又要重新滑。厨房拖一下。是谁攻击我的村庄？有这种，哎，要还有这种礼物哦。是谁攻击我的村庄？我手机忘了带上来了。啊。我现在去拿。嗯。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叫我大村长。有好多。有好多奇奇怪怪的礼物，我都没有看，也没有看到黑色情人节。他礼物真的好多，原来有那么多那么多种不一样礼物，真的好多种礼物，哇，太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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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不完。我觉得你花店的照片看起来脸很小，哎，我也觉得，哎，我觉得是因为头巾的关系，哎，就我在选照片的时候，我一看到那个花店的，我也是觉得，哎，怎么看起来脸很小，我也觉得看起来脸很小，嗯，我就想说，我就看了看，我就觉得可能是因为头巾的关系吧，就是弄了头巾就感觉。就是头巾大大的在这边，然后脸就感觉哎变小这样。我觉得啊，就是花店的那个看起来比别的比。呼叫妹妹，呼叫妹妹。花店那个看起来比别的深浅真的照片还小，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头巾的关系。头巾。就是戴那个头巾显脸小。要呼叫啊！不行啊！呼叫！你在听的时候不想听就可以。那你们听到我的声音？要。那先不要玩了。好。那边还没写完。Hello， 草莓酱。原来不是真的脸小，拜托，你根本从来都不觉得我真的脸小吧？你会这样讲，就代表你不觉得我脸小。就只有这张，就只有花店这个戴头巾看起来比较小，欸，其他都很一般，其他就正常，就是有戴头巾看起来比较小，我觉得是视觉效果。网络上有人问你什么时候剪头发的，真的啊？谁问的？就有一次直播的时候那一天剪的，
3月底还是4月初吧，那个时候放假，刚放假那个时候，放连假那个时候，真的看起来脸蛮小，就是，哎，我脸应该也不算大吧，我脸，我脸应该也算还可以啊，正常正常，只是，对，我觉得算头巾的关系，戴头巾看起来就脸比较小，戴头巾，就是视觉效果。好像是，对，是连就是四月连假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剪的，已经20哎，对啊，已经半个月了，哇，我剪半个月了，有没有长长啊？应该有长长一点吧。Hello， 陶老哥，蔡宗勋。你为什么突然间要脱？是被你炸的地板油油的。真的吗？对。我炸到这边啊？怎么可能？那一块。好。那既然都脱那了，这里不顺便吗？好。3月31日那天直播，哎，对，就那天剪的啊。我就那天下午去剪，然后晚上直播，应该是吧？我记得是。我记得是那天剪的，不过我觉得我头发长得算快吧，你看已经超过肩膀了，就是已经有压到肩，就是有遮到肩膀一些了，有没有？你看我肩膀像这样子，已经有挡到一点肩膀，我觉得我头发长得还蛮快的，而且我刘海本来是在眉毛这边，现在又要快刺我眼睛。只觉得长漂亮了，谢谢。哎，我测了，哎呀，对，哇，我，哎，我打击很大，怎么会这样子啊？我测那个耳朵年龄的，然后112个，戳戳你，话筒一个，为什么刚刚不打字？找很久是不是？真的很难找哈，谢谢啦，谢谢啦。谢谢你帮我找那么久，112个哦，所以是88，呵呵，打击很大，就我测耳朵年龄，我超惨哦，哎，我是放出来测，我问你们哦，到底要就戴着耳机测准吗？因为我戴着耳机测很年轻哎，可是我放出来测很老哎。我一开始是放出来测，我放出来测，我那个42岁，我42岁啊，超老的，我就吓到，就怎么会这样？我两倍的年龄哎，我现在21，然后我一开始放出来测42岁，超老的，我就跑，天哪，我是42岁，戴耳机更准，哎，可是我怎么觉得？戴耳机测不太准，因为我戴耳机，我听到最后哎、欸，我觉得可怎么可能？我21岁，他听到最后的话年龄是12，他是跳12岁，那我就觉得很奇怪，我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测出来是12岁？我就觉得是不是戴耳机反而比较不准？就是因为塞太里面了，就是哎、欸，其实我也不是听到声音，我感觉就是有那个震动。我就是感觉有那个那种震动，所以我就听到最后，就是我戴着耳机测试听到最后这样子。可是我觉得不可能，怎么可能耳朵超差的？每次别人叫我都听不见，我就觉得很奇怪，真的会这样吗？为什么我戴耳机可以听到最后？可是我放出来超长，我放出来都40几岁，我放出来测都是40几岁，而且我开很大声。然后就是，我有一次开就是超大声测，放出来然后开到很大声测，32岁，对，然后一般音量是42岁，然后放很大声是32岁，可是戴耳机就听到最后，我就觉得，我觉得感觉不太准，为什么差那么多？浓眉，Hello， 好久不见，年轻的准。
几乎没有的话，我觉得不可能，我怎么可能啊？我耳朵，我对我的耳朵没什么自，我对我的听力没有很，不太有自信，我就觉得不太可能吧，我怎么可能会听到最后？还是其实震动不算，就是我戴着耳机测这种塞，我是耳塞式，我是感觉有那个震动音，震动的声音，对，但是不是有啊？要怎么形容？不是有声音，是有震动的感觉，我就。那样算吗？有震动的感觉也算是不是？还是那样就不算了？文音 APP 试试看，文字音那个也可以测啊、哦，呵呵，听得到就还年轻，只要你确定有听到就是有啊，有震动的感觉算是有听到吗？很明显是你测试玩过头，搞坏了是不是？真的吗？哎、欸，可是我让爸爸妈妈跟弟弟测，他们都是放出来测、欸，他们放出来测，然后他们测出来的结果都跟他们实际年龄差不多哎、欸，然后就我差最多，怎么会这样子？就我让他们测，都是放出来测，都是直接放出来测，然后他们都是跟实际年龄差不多。就我差特别多，以前高中喜欢上课放，老师听不到。哎，我觉得如果我跟你同班的话，我应该也听不到，我应该跟老师一样，我听不到，我应该也听不到。有对照组的话，那你的听力应该真的是42岁人杰，好惨哦！他们放出来也听得到比你高吗？弟弟放出来听得到比我高，啊妈妈跟我差不多，爸爸妈妈放出来测都跟我差不多，啊弟弟放出来测是听得比我高，就他的年龄啊，他17岁，他就测17岁，对啊，然后就我特别啊，我为什么42岁？我特别老，我现在21岁，两倍，42岁。因为你都可以光明正大的滑手机，不需要训练听力。笑死！有人在楼上，哎，你在楼上就是需要什么东西？按对讲机。你已经试过了，太远了。太远了。有用吗？刚刚很清楚哎。楼上。嘿、hey, ，上班都要注意老板的脚步声，怎么跟弟弟一样？弟弟也是随时的都要听那个爸爸的脚步声，看爸爸什么时候靠近，要装一下。难怪，难怪弟弟的听力比较好，随时都听得仔细。爸爸来了没？你听得到那个厕所的时钟声吗？我听不到，我怎么听到？我在我的房间里，那个厕所的时钟声超吵。对啊，哎、欸，我有时候听得到，有时候。没有，我是一直都听得到，而且超大声。真的。我听到水管水声。还有楼下妈妈出来上厕所，或者是妹妹弄尿尿桶的时候，我楼下都听得到。哎、那我也听得到，开关那个电灯我也听得到。谁都开关电灯，脚步声。哦，脚步声，脚步声。放冰箱吗？放不下哈。我手指在键盘上都按。大概往什么方向走？我也听得出来。跟 tab。这是差距。如果没有答案，只好推定是年龄大限。哎、欸，所以不是，所以，哎，干、啊、嘛？那你来放。你开小小也可以放啊。哎呀，好啦，真是。所以不是我比较，我想知道的是，所以到底是放出来测出来的比较准，还是我戴着那个耳机测比较准呢、啊？但是放出来，打不开啊！我天。真的。我想要问你们。你们觉得到底是放出来比较准，还是戴耳机比较准？看测哪一种吧。如果你是以平常不戴耳机的情况下听的声音，那当然是不戴耳机；如果你是要以戴耳机的情况下听的耳机音质，那当然是戴耳机的。谢谢夏夏的花枝精髓 ，Hello。是我跟夏夏都坐侧面，真的、哦、坐侧面，很好哎，你侧面很近。
你直播我听得到你家的时钟声，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嗯，好大声、欸！好大声哦，我也听得到。哎、欸，我没有仔细听的话都不会注意到。没有，我就是你太吵。我本来就很吵。哎、欸，可我安静下来都听得到，就是那种，就是嗯那个，安静听一下就听得到。还蛮大声，干嘛？好。哎、欸，其实我们家始终还蛮大声的。继续上班，拜拜，小小。戴耳机。你不是说你没拿？我后来不是拿给你了。没有啊。Hello， 庭伟，晚安。听得到就好，是有可能放出来，因为手机播不出来，所以不准。但既然弟弟听得到，就表示手机播得出来。所以我到底是12还是12？差很多哎、欸，我戴着耳机测到12哎、欸，可是我放出来测42、欸，到底是哪一个准呢、啊？我常常听到你妹妹讲话的声音，我也常常听到。哎、欸，对啊，我很想知道到底是差，因为差很多哎、欸，一个12，一个42，年纪差超多的哎、欸，所以我想知道到底是哪，我到底要。要哪一个比较可以信？就是我应该要，应该是哪一个？抓平均，二七还是比我现在大年纪大？到底哪个准啊？常使用也会耗损的快乐。我是1212，是我。Hello， 谢谢追踪。反正就是不知道到底是哪个比较准，因为我让他们其他人测，都是直接放出来测的，他们都测得很正常，就我差很多。所以我在想，好像怎么我感觉好像放出来测比较准，因为就是因为其他人也是放出来测。到最后面都听得到，有点浮夸，应该是错觉，错觉是不是？那应该是错觉，还是我等一下再放出来测测看，你们一起听。哎呀，耳朵真的是，我都好像不太好，但我觉得我都挺不好的，我感觉那个听到最后12岁那个有点夸张了。今年大学毕业，对啊，我今年大学毕业，嗯。今年就毕业，换一个耳朵。谁要送我耳朵？不要戴耳机太长时间。可是我很少戴耳机，而且。弟弟比我常戴超多，就是弟弟超级常戴耳机的，他一天几乎有，他一天有1/3，哎没有啦，就扣除睡觉时间，他醒来的时间，一天有1/3以上的时间都在戴耳机，就是他超级常戴耳机的，而且我真的算很少戴耳机。弟弟超常戴耳机的，然后居然还可以跟他实际年龄差不多，为什么啊？到底为什么我的耳朵怎么那么差？啊，好惨！办公也比较安静。没听清楚他在聊什么，有时候还真的没有听清楚他在聊什么，就是就是很问号啊，什么现在什么情况，听不懂，算了，我就在旁边吧，我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有时候真的是没有 get 到，就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52岁的耳朵，不要，我才不要啊！我42岁已经很惨了。哎，哈，变幻听？不会吧，有那么恐怖？变幻听了，弟弟可能就年轻。他明哎、欸，我一开始，哎呦，我一开始还觉得弟弟应该会50几岁，我真的没想到他竟然那么正常。可恶，他通常戴耳机，然后竟然那么正常，然后我竟然42，真的是。Hello， 小白兔。真的是太气人了，怎么会这样？我的耳朵先老起来。好，先老起来用。怎么会这样呢？哎，可是真的这样很麻烦，你知道我常常都听不懂，不，我都听不清楚别人在讲什么。哎，我是就是像人家是就是冻龄嘛，就哎，可能年轻的时候看起来比较老，但是就是一直维持这个样子也不会变老这样。那我耳朵是不是就是现在42岁？但是我超过42岁之后，我还是会42岁这样子，就我耳朵就是一直就是这样子，就也不会再变差。有这样好像也还不错。就到50、60、70就哎、欸，我还是42岁耳朵，这样的话也行啊，就是对，至少还是可以，对，还是可以听得到，正常听。竟然觉得弟弟应该不正常，他因为他真的很常用耳机，平常都处在高噪音的环境中，好像是，好像是哎，的确是这样子哦。真的是这样，平常只要有妹妹在，基本上就是高噪音。妹妹就是我们的噪音来源。耳朵跟你的耳朵跟我换吗？听老板脚步声，感觉可以。你可以测测看啊，那个还蛮好玩的，我觉得不管准不准，反正就挺好玩的，就是。啊！我差一点掉。哎，你们有人家里有那个蓝骨头吗？你们知道蓝骨头吗？哎呦，妹妹是天籁，她是噪音。等43岁后，听力变43。啊，这也太难过了。21岁就42，然后之后还不能维持一下。哎呀，我的听力，我真的觉得我听力不太好。所以我感觉我耳机测的不太准，我听力我因为我自己就是对，常常别人讲话我都听不清楚，我就啊，我通常别人讲话我都要就是喊一次讲那、啊、什么，那再听一次。什么是蓝骨头？你们不知道蓝骨头？一种沙发那种，就是那种直接爬上去的沙发，叫哎回到家啊、哦、好累哦，直接就这样子趴下去，嘣这样那种啊，好舒服，就是怎么讲？正方体有些是圆形的那种软，还蛮软的那种，会跟着你的坐姿变形的那种沙发，小沙发，一人坐那种正方体就棒爬上去啊，舒服那种东西。蓝骨头是我本人什么？你觉得我骨头很懒？哎，没有，你觉得我很懒？好像有道理。的确是，没有到很不懒。我手会，你没有一直喊？有，我有哈？什么？有啦！啊，我知道，因为你来就是你来找我的时间太短了，所以还没讲到什么话，我还来不及喊。但是那种像讲比较多话的，我就会很多酒都听不清楚，我就在哈什么，我就会喊。上课都坐第一排是吗？可是我上课都坐最后一排，然后就这样，我上课都坐最后一排，我都还是不好。
跟床差别在哪？床很大啊，男主头就是一个，一颗大大的球的感觉，就是一个人的。对，男主头比较小，对，就是一个正方体。你真有哈，表示我认真在听。是蟹肉哎、欸，真的吗？真的有螃蟹啊？嗯，难怪那么贵，好酷哦，那个。吃吃看，哎、欸，他说用烤的，你先预热一下。没有敷衍你，哎、欸，我都很认真听，好不好？我都很认真听的。你们可以查查看啊，蓝骨头 ，Google 就有了。我一直很想的那东西，可是，爸爸一直不让我们买，爸爸超级不愿意让我们买那个，他觉得很没有意义。他也觉得你已经够懒。再买蓝骨头会更懒，不行。很舒服哎、欸，对啊，可是都没有，讨厌。播手会估计有六张左右，就只是互相听不见而已，好像是，对不对？我是不是一直哈？是一直在哈哈什么的？在暗示什么吗？哎、欸，没有啊，我只是说我们家的爸爸都不让我们买而已。我们自己是没办法自己买那个东西的，他不让我们买。怕你真的变蓝骨头，好像会啊，可是那个很舒服，没关系，变蓝骨头也没关系。哎，不能叠在一起啦，会那个不稳，不平均。你为什么不拿烤盘？你不要放那个。哦，对哦。拿烤盘不是就好了？拿烤盘。烤盘那么一大个，你那一颗一颗，它那么，它是小小颗的，你那一颗一颗把它那个弄成一条一条一条就好了，你就把它摆那个排列一下，排一条一条的。你放盘子那个空间那么小。好。你不要放盘子，你放烤盘。烤盘应该可以放二十几颗吧，感觉。有一两千块的，对啊对啊。也有不到一千块。无印良品的比较贵。无印良品超级贵，无印良品要5000左右的样子。没有了吧？有，我上次上网查，无印良品要5000左右。是吗？没有加。要加那个。对，加那个套那个枕套。它一个枕套要1000多的样子，所以它一组要5000多块，无印良品很贵。是比较舒服。没差啦，反正蓝骨头呵呵都很舒服，都可以。这就差很多，第一个就2980，哎、欸，刚刚好在那个界限范围内，可以哦，2980，反正有便宜的，也有比较贵的。我是不知道，我是没有。碰过那种比较便宜的，就是我没有摸过，我实际摸过的只有无印良品而已，就是去那边摸的，所以我知道它的那个感觉，但是网络上的我就不知道，没有碰过，我也不知道它什么感觉。蓝骨头跟电暖桌是懒惰的养成机器，那个真的很舒服，我很想要那个东西。大家就趴那边啊，趴那边啊，不动了，趴着好舒服。没有，我觉得电暖桌才是真正的懒惰养成机器，因为没有，而且是冬天的时候，哎、欸，冬天的时候真的哎、欸，有电暖桌真的是真的不会想起来，就是一直窝在里面，根本不会起来呀、啊，那么冷谁要出来啊，对不对？可是蓝骨头没有，蓝骨头就只是趴在上面而已，但是冬天它还是会冷的，所以不会到就是完全不起来的程度。可是电暖桌就真的在冬天的时候真的是会。真的是不起来，真的就是冷不起来都就不起来那种，因为太冷了，对。所以蓝骨头还是比较好一点，比电暖桌好一点。谢谢朱颖恩的加油。在考什么？在考我们刚刚去
好好什么多买的。这是真的新楼盘。好像是新产品，你先帮我预热一下。好像新产品就是哎、欸，看到就哦，这个好酷哦、啊，什么烤的用烤的，那叫什么去？现在75，哎，有230度好了，230度。什么蟹迷你蟹肉球？迷你蟹肉球，一颗一颗的那种。哎，你看一下。迷你蟹肉球，好像是新产品，我们就买了试试，试试看。买整套的，只有整套不行。我要有那个本体整套整套哎、啊、它整套很薄哎、欸、整套没办法让我砰躺下去然后这样我会骨头会裂掉的躺下去直接摔在那个瓷砖上面、啊、最低170度哦你帮我看一下总之我先压个可以买蓝色的骨头将就一下蓝色骨头你说那个史莱姆吗两个都很懒惰的我觉得电暖桌还是比较更能让人懒惰因为太温暖了蓝骨头就还好蓝骨头你电暖器放旁边棉被放好像也可以可是蓝骨头还要另外拿棉被跟电暖器可是电暖桌不用它本来就是那么温暖的了你确定那超大的很麻烦耶真的、哦，蓝骨头哎、欸，哦，哎、欸，你知道那个史莱姆它也有出蓝骨头，你知道吗？超可爱的，啊、哦，超可爱的，就一颗史莱姆，然后一个圆圆的那样子，蓝骨头，对，那个就没那么舒服，而且那个好像还蛮便宜的，嗯，没那么舒服，好像蛮便宜的，就几百块，蓝骨头。我要有蓝骨头，好恐怖啊！你要把骨头染成蓝色的、哦，天哪，不要，那个就免了，谢谢。芋头贵，因为芋头贵呀、啊。哦，那还蛮好笑的。好啊，妈妈要跟你们分享，前阵子几百块感觉不安全，对，那个就是感觉会爆掉，感觉就可能躺一躺它就破掉了，那不行。对脊椎好吗？我不知道，那个舒服就好了。那个主要就是 让你舒服的吧。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对脊椎好不好。可是无印良品好像就还不错，就是它不仅舒服，然后还就是那个什么，对什么身体姿势都还不错这样子。但那个真的是那个好贵啊，那个太贵，那个没办法。瞬间让你变烂骨头，的确，几百块我也可能也不太能用，我觉得。哦，大可爱要分享什么？他要跟你们说，就是我们前阵子去夜市的时候，我们买了芋头桂，然后我们买芋头桂回来给妹妹吃，因为妹妹不喜欢吃芋头，但是她在吃之前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她就先吃了，然后他就说：“哎、欸，很好吃哎。”然后吃了之后，我们才跟他说：“哎、欸，这个是芋头桂哦。”然后他就说：“哎、欸、呀，好恶心，我不敢吃了。”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说：“你刚刚不是吃得很开心吗？”然后妈妈就说：“哎呀，这个芋头桂里面没有什么芋头啦，所以吃不出芋头味啦，你可以吃啦。然后妹妹就继续吃这样子。然后吃一吃，妹妹就说：“为什么？”为什么芋头柜的里面的芋头很少？他就问妈妈，为什么芋头柜里面的芋头很少？然后妈妈就说，因为芋头贵啊，因为芋头贵啊，懂吗？哎，我觉得挺好笑的。你有听懂吗？有人听懂吗？因为芋头贵啊，芋头柜里面芋头很少，因为芋头贵啊，挺好笑的、啊，我觉得。因为芋头贵啊，对对对，有听懂，我觉得很好笑，我觉得挺好笑的，对，就这样。Hello， 小蛇，通常没看到讨厌的东西时，都会不自觉的吃，对不对？Steven，Hello， 晚安，很冷，我觉得很好笑哎，我真的觉得蛮好笑的。好好笑。
微积分大蛇玫瑰，芋头珍贵，就很好笑啊，我觉得挺好笑的。翻白眼，谢谢你的翻白眼。为什么要翻白眼？很好笑，我真的觉得蛮好笑的。我那时候听到我就一直笑，我觉得好好笑。你们没有感觉，没有那个 get 到我那个笑点吗？挺好笑的，对，虽然有点冷，但挺好笑的。想问大可爱一个问题，请问你要问什么？干嘛？搞不定，气炸！我不要气炸，我要你不要气炸，都要烤箱烘焙不是吗？哦，烘焙，对，烘焙，嗯，我记得是烘焙，嗯，谢谢暗红掌声。谢谢卡丘的巧克力，这跟脚踩柠檬，脚很酸。脚踩柠檬，脚很酸。对，蛮好笑的、啊。一件衣服穿了二十年，猜个地名。一件衣服穿了二十年，猜一个电影。地名。猜一个地名。几分钟啊？230。啊，好难啊！13分11分。叫妈妈不要用气炸锅，等等气炸。气炸！关掉了。哎呦，你不要乱按了，在干嘛、啊？好难哦！叫弟弟了，我要求救了。嗯，还是我帮你。弟弟，我不会。你的脚一定很酸，因为你在我的心里跑来跑去，真的是老梗。啊，就烘焙嘛。我不会弄、啊。对，幻影战士加油！神奈川呢？奈川啊！我真的没想到，好难哦。13好了，靠，230度。等你开满一小时，应该可以用新特效。我也不知道，应该可以吧？我现在也没有看到特效，我也不知道是哪个特效。不是啊，我是烘焙啊。啊？我要烤啊。上下火啊。烤是上下火。你这就叫有烤箱啊。啊，你刚刚压什么？然后它230。哦，上下火叫烤箱啊。对啊。啊，不是烘焙吗？不是啊，你真的太浪费了。太浪费时间，等下宝宝回来，我一颗都吃不到。哦，不可能。我觉得爸爸回来了。这就叫烤箱呢，烘焙是。上下火就是烤箱。烘焙是专门用来吃的，它功能很多。那、啊、你这个什么时候用？烘焙是干嘛的？普通烤箱就只有上下火。都可以啊，你现在想吃就现在用。普通烤箱就只有上下火。明天好了。明天我要。哦，了解好。还是改天好好冰起来。明天我不在。对呀、啊。冰起来。我可以现在用啊。不要，等下宝宝会骂人。嗯，对，的确，他会骂。眼睛不舒服，没有啦，吃到眼睛，刘海太长了。Hello， 瑞平，感觉你跟大可爱同步率真的蛮高的。哎、欸，超高的好不好？我们在想什么？就是。我们对吃的真的是一模一样啊！你把整盒用完啊？是吗？哎、欸，那这样我们之后都不自己留，再吃偷吃。吃你这样全部哈、啊哦，啊，你这样全部用完，等一下爸爸在，爸爸也不让我们吃。那爸爸就爸爸会在那边说啊，你们一个人只能吃几个这样，哎、欸，很不谨慎。今天在爸爸回来就回来了吧？回来了。我感觉差不多。不太可能吧。我们同步率真的超级高，就是，尤其是对食物，对食物同步率超高，可能。哎，就是我们都同时想到，我们会同时想到我们要吃什么这样子，就会同时说，哎，要不去吃什么什么，然后讲都一样这样子，想要的东西都一样。卢卡晚安，对啊，我今天在厨房。好忧伤，
香芋又香，我也又香。因为爸爸会不让我们吃，好讨厌。我们会报复性多吃一盒，等他不在的时候。谢谢小爱的红包。恭喜你回来了。哦，你看吧，我就说我很准，对不对？你回来了，我就说吧，我就说他回来了吧。你看，我就说他回来了。研究烤箱，研究那么久。大可爱会帮你隐藏你做的坏事，不告诉爸爸吗？哎，当然了，我们都互相隐藏的，好不好？拜托，我们做多少坏事啊？我们的敌人是同一个。好可爱，我们有共同敌人，就会互相帮忙隐藏。我们都拿一起去偷吃东西的。谢谢洛克巧克力。其实有点想问你，在公园在 MC 时，有时看到你好像眼睛不舒服的感觉，你知道什么吗？因为我超级不习惯戴隐形眼镜，我很不习惯戴隐形眼镜。但是我公园的时候都会戴隐形眼镜，可是我真的很不习惯戴隐形眼镜，所以戴就觉得哦，干干的或是怎样，就是啊、哦、不舒服这样子。所以我只要有戴隐形眼镜，我都就是我会就是对我有我就很不习惯戴隐形眼镜，所以就是一段时间会稍微就是不太舒服，可能会就是扎一扎或者动一动什么的这样子，对，就是缓解一下不舒服，就不习惯了。我很不习惯戴隐形眼镜，我很少戴，我几乎我平常都不戴隐形眼镜的，我都是公演会戴这样子。很少戴隐形眼镜，就不习惯啊，戴不习惯。其实我有想过要不要干脆就都不要戴算了，可是又觉得不戴就少了种感觉，眼神光吧，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戴的感觉比较啊亮亮，就是眼睛看起来比较亮亮的感觉，这样眼珠看起来比较大，这有。比较有，那叫什么？我帮你叫。那叫什么？有神，眼睛有神，对。哎，好香哦！好香哦，那个。骑车回家小心哦，李佳乐骑车小心。爸爸派来的，你不要闹，不可以，不可以把我们的事情说出去。哎，对，我们的全家就是妈妈跟我们三个小孩都是同一阵线，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同一阵线。Hello， 田中豆粒王，而且会影响翻白眼的能力，对，戴隐形眼镜会影响翻白眼，但是不知道人看到会觉得怪怪的，哦，真的会觉得我眼睛好像有问题，是不是？嗯，那怎么办？我要习惯，好难习惯哦。还是我干脆不要戴啊，我也在想，不然我还是不要戴好了。Hello， 澳门普播，满一个小时了，真的。满一小时，系统好像会提醒。那我还没有收到提醒，那等一下吧，再等一下。不然我改天，我看哪次，对啊，这次还是戴一下好了。我看哪次，那个，对，不戴一下，不戴隐形眼镜，看看，看看会不会影响，会不会看起来很无神？对，如果看起来很无神，那
就没办法，还是得带一下。之前都没有提醒，真的、啊。你今天没准时啊？对，我今天没准时，那应该是还没。我再等一下。我还以为你是在感动擦眼泪，都是揉眼睛。看情况，对，通常是揉眼睛。系统会有一排字，我好像还没一个小时，我这边看是57分钟。吉米粥 ，Hello， 晚安，晚安。哎，你看我的新衣服，紫色，买了紫色的衣服，虽然很普通，就是素面的紫色的衣服，好看，我喜欢这颜色，我喜欢这个颜色。谢谢吉米粥枫叶，眼睛过敏啊？没有啊，没事。就是刘海刺到眼睛而已。哎，我要剪刘海了，什么时候剪？可是我现在不敢剪，我不敢在公演前剪刘海，我怕剪，不然剪太短，就很好笑。对啊，我不敢在公演前剪刘海，我可能等那个吧，等那个公演完我再剪。很想剪，但又怕剪坏掉。颜色不错看，对吧？我喜欢的颜色。你不戴隐形眼镜就看不出来，我小三指上面写丽卡卢卡。你不是两个都有？你可以进来，看不到你。他们已经知道你回来了，不用担心。对他们已经知道你回来了。他们已经知道了。我觉得气炸锅不能跟一般的烤箱比耶。啊，焦了。焦了，我害怕，因为上次焦了，灰炭的。我现在看一下，我觉得它快焦了，但是还没焦，还有5分钟。但是我觉得气炸烤箱跟一般烤箱是不是不一样？我不知道有吗？哦，当然不一样，名字就不一样。不是，一般烤箱是230度，13分钟。哎、欸，我知道，因为气炸烤箱应该不能13分钟，因为13分钟变成黑炭。不是，我跟你讲，因为它会自动帮你加上解冻的时间，它那个会自动设定。它每次我发现，它每次都会自动帮你加上你解冻的时间。你可能设定9分钟，但它会加上2分钟解冻。就是它那个9分钟，你按开始之后，它不会跑，它会先自己跑2分钟，之后它会开始跑那个9分钟，它会自己帮你加解冻的时间。这么怪我每次都煮成。所以因为它主要它这个这条这条香。说十三分钟，我觉得。所以它会变15分钟，因为它会自动帮你加解冻的时间。剩五分钟，我弄13分钟，剩五分钟已经快不行了，你知道吗？不能再。我有注意到过，我有发现过，因为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明明没设那么久，但它就很加。他会自己，他会自己跑，他会自己跑出一个他在解冻的那个。我有把它按掉。那怎么已经不行了？不能再烤了，不能再烤。他是说已经退冰的情况下烤，还是没退冰？没退冰。你这个已经退冰很久了。他没有特别写没退冰啦、啊。好像泡芙、哦。那他那个应该是没退冰的情况下。哎、欸，我解锁了，他跳出来了。其实烤的还不错，至少还没黑。啊！还没黑，我在还没黑之前还好，我有看一下，不然刚刚是黑的。这是永久特效吗？给你，你试试看。这是真的泄露，我妈这是真的泄露。开心。哎，这是买来这个包子。哇！眼睛又刺到刘海，没有了。这个是我买了放在。就说妈妈气炸，好笑。可以，弟弟，你可以考虑。这个你知道怎么考虑吗？弟弟，你看一下这要怎么考。弟弟，这个给你，你就会测量温度。可以考，你看一下这怎么考。我也不知道。谢谢思源的巧克力。原来是今天开始有的，没有，今天最后一天。我记得我昨天看今天最后一天的样子。怎么大家都在这边？突然觉得空间变好狭窄。看了
我就只能躲在这角落而已。大家这头微波。只有今天开播一小时才会有哦，真的哦，今天限定。哈，所以只有今天可以用啊。其实也可以用烤的。对，所以只有今天可以用。不要看它的声音。哦，永久的，哦，是永久的，那就好。我想说，好不容易有一个特效，不要瞬间就给我没有了。永久的。他是说微波微波再烤。这没有关系，他们都 OK 的。这是习惯，没有 style， 没有关系的。好。对啊，可以用。微波完再烤。没有，不会，我就好了，这就是看自己的哈。他每一种方式都要经过微波。哎，电话。这边写什么？电话。家里电话。哦，我吗？如果菜色本身是炸物类，表面要喷油。哎，你有喷油吗？啊，没有。没喷油，来不及。是带油哦，没关系。来，你看有没有？好笑。你们都知道，你们都懂。哦，好恐怖！哎，那真的是，哦，有没有？有感受到了吧？为什么我们？为什么我们有共同敌人？有没有感受到那个威力了吧？有没有？超凶的。对，你们都懂了，我们的 style OK 的。爸爸的声音跟弟弟有点像，真的吗？我觉得还好哎，可能是因为那个吧，就是手机上听。还有我现在有压。但我觉得就是我实际听是觉得还好啦。恐怖，怕怕。怎么样？好吃吗？哎，我要吃，给我。它有烫。我也要，弟弟都能吃，我一定可以吃。你要等我们吃完才能烫。哎。哎，为什么都碎掉啊？为什么碎碎的？你怎么搞的？为什么变这样？为什么会碎掉？哎，弟我也要，弟都可以吃那种快乐，我一定可以。弟弟是因为饿太久了。有吗？嗯。我不是买东西给你吃，还是被弟没吃完。这个吗？我说蛋啊。蛋哦，我吃了1/3颗的蛋白。其他的都被吃完了，你干嘛给他那么多？哎、欸，我他在车上已经吃过，你知道吗？是啊。那你干嘛给他那么多？我不是跟你说，你可以自己吃掉，不要给他。嘴巴不好咬。哦，他已经吃很多嘞，他在车上吃过很多了。啊，你怎么没有拿那么多吃？棒。不错。在哪？嗯，好吃。好吃。刚刚是迪在讲话，刚刚是吧？目前这边是。弟弟跟妈妈，哎呦，你不要故意撞我，危险！他们都看到，你欺负我都被看到了。哎，那是我的，你不要拿来用。拿什么？你干嘛？我会再补你。礼拜六，今天已经礼拜四了，对不对？礼拜三。今天礼拜三而已哦。礼拜六我会补你啊。哦，每个人都要撞我。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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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爸爸现在不太舒服。他在大热色，我们才可以那么嚣张。那、蛮好吃的，哎，我还要根本不烫啊，给我多一点。有点咸。嗯，太咸。弟弟也要吃，吃啊。我要吃啊。真的有螃蟹的味道哎。嗯。真的有蟹肉，不像那个蟹味棒，没有螃蟹的感。我觉得蟹味棒比较好吃。假的比真的好吃。不同感觉。你公演完，妈妈会补你，我帮你记。你看，有人帮我记，要补我。我会补你，我会补你。你看这个，什么？哎呦！干嘛？你干嘛？嗯，碎掉了。它夹一夹，突然间变成两半。你吓到我，要精神赔偿还我一个。哎，然后夹走一个。你看，长这样。你可以给他圆一个吗？完整的吗？我夹一夹就爆掉了。看，迷你螃蟹球。
真的有螃蟹哦。有螃蟹的，嗯，吃起来有。给妹妹吃吃看。哎，我要给他们看，我正好蟹味棒，你的手机嘞？不是啊。给我。嗯。好咸。你在烤什么？我没烤哦。我吓到人了。我欠他一个，好吧，还你一个。你要还我一个。可恶。玉石加倍。还你，还你，还你一个。可是我现在没空。给你们看，噔噔。我炸了蟹尾棒，旁边是一些脆掉的。还行啦，看起来很好吃哎、欸，虽然看起来就还可以，但很好吃。哎、欸，很好吃，超甜的，我觉得可能现在蟹味棒本身就很好吃，超甜的，好好吃。很好吃，很好吃，我觉得很好吃。看起来不错，很好吃。谢谢生气糖的带我走，好吃哦。我现在念个排名。念排名，拜拜。去吧去吧，骑车小心。不能玩林子梗了。对，今天没有。深深堂骑车小心。哎，今天冷哎、欸，我觉得今天好冷。今天比较冷。我说不好吃，然后我说你不吃，待会就没有。他说很好吃，他要过来了。蛮蛮好吃，它是有点咸。我觉得那要配饭。今天比较冷啊，你们要穿多一点。最近你也吃太多了吧？滴滴滴吃好快，我看他一直在那边吃。我没有很喜欢。我觉得还好，有点。没有很喜欢，嘴巴说不要，身体很诚实，一直在夹、欸。我已经看你夹好几个。哦，我不知道还有什么食物。这个、啊。有了，蟹肉卷。这个、啊。牛肉卷。这个、啊。这个牛肉卷要不要弄啊？都退冰了。我现在可以弄牛肉卷。今天突然降了，明天会回温，真的、啊，明天会变热。就是你要，我要煮。公演加油，我是星期六。谢谢。你要不要吃这个？还是你不吃羊肉炉今天？不是啊，他吃这个嘛，都退冰了。好，点评你，但是你是直牛的。你干嘛对我态度那么差？讨厌。干嘛对你？干嘛对你态度？我在关心你，我怕你饿到，跟你讲，哎，可以吃这个哦。啊！你买错你，真的假的？对啊，还好啊，没有好吃啊，我去吃。第十名思源，谢谢第九名坏战士，谢谢第八名暗红，第八名哇哇哇塞，姐姐吧。平底，弟弟把这个平底锅摔下去了，应该还好吧？哇，变形了吗？因为它本来就是平的，再怎么摔应该还是平的吧？它有没有刮刮到？没有。吓死我！还好吧，还好吧。吓死我了。弟弟，你要庆幸我现在还在直播，我没直播的话你被骂了。不会啊，
经历过，没事啊，没事是不是？没事就好。因为它本来就平了。有人在起哄，爸爸骂人，爸爸骂人。你帮我开冰箱吗？第八名暗红，谢谢。第七名吉米粥，谢谢。第六名微积分大师，谢谢。第五名下放哪？西恩，谢谢。第四名、就放在上面，应该是边边。第四名笑笑，没办法放不下。谢谢。第三名生气糖、这个爸爸，谢谢。第二名朱莉恩，谢谢。第一名 Happy Love。谢谢 Happy Love， 耶！吃吃吃。谢谢。礼拜六见，耶！肉眼见，拜拜。爸爸骂他。这个女儿太皮了，没有没有，另一个女儿比较皮，另一个女儿是哦，小恶魔，很恐怖的。好啦，礼拜六见，公演见或尝试直播见，拜拜，拜拜拜拜。